就上来看这个台湾117000剂的阿斯特捷利康 AZ 疫苗，第一个礼拜注无到10000剂。指挥官陈时中在立法院接受到质询的时阵，讲后礼拜三就会来宣布，会慢慢啊来开放，予排第二、第三顺序的人员来做这个预防针。啊，这个后续疫苗采买进度如何呢？陈时中讲，确实是受到各种的压力，影响到送回进度。另外，咱甲德国购买500000剂 BNT 的疫苗。无真顺利，这个合约是卡掉的，讲个的公信的机会是愈来愈小。中国大陆有没有啊？给我们不当的压力啊？就是不想给我们打疫苗？我举例嘛，这些国家四面八方都有这个可能性，但所以各个国家都有可能这个事情，但我们尽量保持低调。低调。国民党立委陈玉珍质询卫福部长陈时中买疫苗的进度，陈时中讲笑笑啊点头，敢讲买疫苗的进度压力会真大。部长要坚强了哈，这个疫苗采购小组、调阅小组一定是你的后盾哈。台湾买国外疫苗进度敢若无啥顺，陈时中接受立委蒋万安质询，讲德国 BNT 疫苗采购合约一直拄着问题。要帮回应，那我们也不能一直在这边等待。现在在一个情况有点不远了哈，就是有点诡异。合约已经签给他了，合约都已经签嘛，不过采购进度嘛是拄着问题。不过针对做第一批疫苗无照一定时间行，部长嘛是老神在在。会的第三等级的，大概就很快就要开了，是礼拜三应该会宣布。进前陈时中讲，边境解毒会分阶段做，而且无分国家，讲的敢是先进中国疫苗。部长会影响到第二。边境解毒，陈时中讲会阁讨论，即马全台湾疫苗有28例无好的反应，其中4件较严重，会继续观察。希望 AZ 疫苗的保护力会当继续维持，疫苗的采购进度也会继续加油。